拳友们在国内外太极拳发展的热潮中，1988年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组织了有关专家教授编写了实施太极拳竞赛规定套路，其中陈氏太极拳竞赛规定套路是在传统陈氏太极拳一路和二路的基础上创编而成的，具有多缠绕以柔为主的一路拳的风格，又有多发劲儿以刚为主的二路拳的特点，整套共分四段，56个动作，练一套拳需要5到6分钟，手型手法、步型步法以及动作难度组别均符合竞赛规则要求。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动作难度较大，教学难点多，不易学习掌握。今天以电视教学的形式进行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的教学，希望大家能正确的掌握该拳技术动作，以便增进身心健康，提高技术演练水平。Thank you.